为了哥德巴赫猜想，全世界的数学家们都曾劳心焦思，绞尽脑汁。殊不知，为了寻找长江的源头，几千年来我国不知道有多少人历尽千辛万苦，甚至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。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，我国有一部地理著作名叫《禹贡》。在这本书里有着岷山岛江的说法。这儿所说的岷山，不是四川的岷山，而是指甘肃省天水县境内的一座山。作者认为长江就发源在这儿，这个考证跟实际情况可差之千里呀。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只是长江支流嘉陵江的发源地。到了明代初年，有一位名叫宗乐的和尚，他从西域取经归来的时候，途经昆仑山路，于是认为昆仑山就是黄河与长江的分水岭，山北之水是黄河的源头，山南之水就是长江的正源。到了明代末年，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徐霞客遍游祖国名山大川，历尽艰辛到达金沙江畔。他在《侠客游记》这本书里指出，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。很可惜，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，这位伟大学者的考察范围只限于四川和云南，而未能深入青海，他连通天河都没有见到。到了1720年，清朝的康熙皇帝也曾经派使臣考察长江之源。这位使臣到达青藏高原以后，面对密如渔网的众多河流，不知所以，只有望洋兴叹。他在奏章里写道：“江源如肘，分散甚阔。”这就是说，那里的河流多得就像扫帚一样千头万绪，真不知长江的源头究竟在哪里。解放后，有关部门多次组织力量对长江源头地区进行测绘，到1974年，终于在地形图上比较准确地标明了这个地区山脉和水系的情况。可是长江的正源到底是哪一条河，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认。1976年夏天和1978年夏天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又先后两次组织大规模的江源科学考察，对这个地区进行全面的综合的调查研究。我们中央电视台和其他几家新闻单位参加了这些考察活动，并且还拍摄了许多珍贵的镜头。通过这些考察，人们终于找到了长江源头的准确所在。它在青藏高原的腹部，西面是乌兰乌拉山，东面是巴颜喀拉山，北面是昆仑山，南面是唐古拉山。这是一块由西向东倾斜的高平原，长500公里，宽400公里，平均海拔5000米。
在这块辽阔的高原上，存在着几十条现代峡谷冰川。这些冰川和周围的雪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固体水库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由于常年的日照，这些冰雪无声无息地在消融着，掉下一滴一滴的水珠。在这个高原上，还有无数的泉眼日夜不停地向地面冒出涓涓的泉水。啊，这消融的雪水、冰水加上泉水，就汇合成大小不等、纵横交错的水流，无所谓河，也无所谓溪，从而组成了长江源头的水系。对于一些到这儿做客的人来说，这儿永远是冬天。在最冷的时候，温度在摄氏-42°，年平均温度也只有-4°。当武汉、南京的人们热得跳入长江畅游的时候，而在这里工作的人们，谁也没有那股勇气脱去鸭绒服或者皮大衣。俗话说，六月的天，小孩的脸，说变就变。从这个含义上来讲，这儿永远是六月的天，永远是小孩的脸，真的是说变就变了。假如在这里进行气象实况转播的话，那只有请体育节目播音员张之宋世雄担当现场报道员，速度才能跟得上。著名文学家韩愈写过一首题为《初春小雨》的诗，诗里边说，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，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这头两句的意思是说，时值初春，毛毛细雨湿润的大地，远远望去好像已经是蒙蒙的一抹淡绿，而到近处一看呢，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啊。假如韩愈也能参加我们的江源考察的话，那么此情此景给他的灵感可能会完全相反了。因为这里是冰天雪地足下酥，百花尽看摇却无。为了避免狂风的摧残，同时也免得大量蒸发水分，所以这里的植物都是茎短叶小。